大家好，我是小月妈妈。这是之前移栽的西红柿，全部成活了，还有一些空的地方，打算种一点生菜。这是之前育的生菜苗。后阳台这里冬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阳，而且也不怎么通风，所以菜都长得特别慢。前段时间在这里种了香菜，还有茼蒿，后面被老鼠抓了，都没有成活。我之前育的这些生菜苗也没地方种，在这里种着试试看，不要种太密就行了。育苗盘还是不太好用，小苗的时候盘子太小，也经常浇水。育苗的土我又放了太多松针，这个土的话比较疏松，这个苗又小，一起的话这个苗就散了，根本带不起来土。以后的话还是用育苗杯育苗比较好。松针放的太多了一点，一碰这个土就散了。这里的土之前也是放了很多稻壳，还有羊粪菌圈，加过这两样的土也是比较疏松透气的。还剩下些生菜苗用来替补。这边这一节菜池的话，种了两颗土豆，现在这个苗还没有出来。苗太小，浇水的话就要麻烦一点，又要浇实浇透，又不要把这个叶子冲到泥里去。这些生菜苗也太小了，弄完这些也花了半个多小时，就希望我这些西红柿能长得好。